多型的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。我们预设的操作界面是所谓的 Unity 界面，那我们另外也提供了不一样的操作界面，因为在 Linux 的世界里面，多元本来就是一个常态，有很多人习惯某一个操作界面。那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提供了哪些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登出。实际上你在登入的地方，你也可以选择 Mat， 好， Mat 的操作界面就比较像以前的 GNOME 2， 它基本上是 GNOME 系统的一个延伸。好，回到比较多年前我们采用的一个操作界面，好，它关机在这里。好，这是 Mat 的操作界面，好，它有所谓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另外也提供所谓的 SFCE 的操作界面。SFCE 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操作界面，它对系统的 loading 算是轻的。那它的操作界面是这样。事实上做法都差不多，然后四个桌面在这里。好，每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操作方式也不一样，那我们尊重多元的选择。所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，你可以选择用哪一个操作界面来做登入。那当然我们预设还是使用我们的 Ubuntu 的操作界面。那如果你是其他界面的喜好者，也可以尝试用我们的系统，然后搭配你的操作界面来操作。